近期苹果又是爆炸呀，又是微信等负面消息不断，但是实际上今天苹果16正式发售当天，你别看现在排队的人这么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我估计至少得有1/3都是黄牛。今天我们也做了一天的黄牛，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一天的行情变化。咱们只谈15 Pro Max， 因为其他的在座的都是垃圾，就是你原价卖都没人买。上午8点多钟的时候，15 Pro Max 各内存溢价大概在1000到1500，但是临近中午那会儿，基本上就在500左右。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价格300-400就能收得到，512G 的就基本就价100就可以。很多人就包括我也是，上午收的15 Pro Max 512G， 那真是血亏，就忙了一天，早出晚归，白忙不说，还有的黄牛甚至都亏钱。这就是今年16 PM 的行情，各位看官你怎么看？